在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妖怪吗？妖魔世界千变万化，若不翻查典籍，难以对症下药。哦，这个盒子。 师傅，我所认识的龙人，都是很善良的。敖雪做了什么错事？无论是龙种还是天种，都有善恶之分。敖雪出身东海龙族，自幼骄纵非常，他不重视生命。 他杀了很多人吗？这其中有我的亲人。啊，师父的。那天我从外面回来，我发现曾经拥有的一切全都化为乌有，而这一切。 都是敖雪干的。5年过去，我每天都坐禅苦思，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事情？为何众生皆苦？我想找到可以令世人免除苦难的方法。然后，我在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下。 重遇了敖雪，那时的他已经变成一匹白马。杀心观音将敖雪以及取西经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我欣然接受，骑着白龙马起行。 之后，我又收了3个徒弟，我们一起经历了不少难关，最终成功取经。我以为只要把奇经交给帝释天，世上的一切仇恨和痛苦就都能化解，白龙马的罪孽也能洗清。可惜，事情并非我所想的那样。 哎呀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！什么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！什么呀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 海龙王三太子驾到！耶！很久没跟你们玩过了，让我再次尝尝鲜血淋浴的滋味吧！嗯。
好痛，就像所有骨头都在脱臼移位。姐姐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每一寸皮肤都崩断撕裂，这种痛苦我尝过一次，是脱胎换骨术。敖雪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，他离开这里必定会再去作恶。啊，那岂不是会有很多人受害啊？不用担心，我有分寸。时间紧迫，我们走吧。哦，是。背得动吗？背得动。走吧。什么？师傅，他果然回来了。我没有对你做过什么。不可能，混账！师傅变成马蹄了。是你干的。实行脱胎换骨术的是杀心观音，得到奇经之后我们都没有了利用价值。你以为他会特意为你解咒？这16年来插在你身上的3支银针，这又是压制恶咒的法器，拔出来你很快就会变回一头畜生。不，我不要变回畜生。只能吃草，口不能言，太痛苦了。师傅，痛苦？你懂什么痛苦？唐三子，唐三子，你还是忍不住要下手了吧？啊？我知道，你早就想动手了。马上动手啊，就像我杀死你亲人是一样。咔嚓一声，扭断我的脖子啊。动手啊，解放你自己。占据，我不会杀了你，但也不会放任你到处捣乱。你必须再跟我去一次西天极乐，没得选择。不过，这次你不用做马了。唐三藏，你想威胁我吗？请你考虑一下。呸！老子就算变成马，也不会跟你们一起去的。你们都去死吧！就是这里。藏心阁，看来经历过一场大战。紫贤金刚就是在这里失踪的。这里是唐三藏的地方，一定不是巧合。除非
除非唐三藏出手。唐三藏可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不信他会这么做。有什么发现？啊？是子琴，他还没死。子贤，啊，唐三藏带走了七经，他是我们的敌人，竟然，哼，人类果然不可靠。让回忆如水晶。